2013台湾灯会在新竹县，新竹县政府和县内的旅游观光业者合作，推出8种以上的套装行程，让游客早上玩13乡镇好风光，晚上欣赏美丽花灯。套装行程包括亲子同乐、小资旅游、精神尖叫、DIY 首创趣、时尚趴趴走、部落文化、饮法漫游、奢华享受等，针对不同的消费者形态，量身打造精致行程，让旅客畅游新竹。不管是美食之旅、温泉之旅、原乡之旅、客族客庄之旅，配合我们山海湖等等，还有消防车、一线九的消防车等等，都有非常有好看头。我们为了2013台湾灯会让我们所有的游客能够白天畅游新竹县，晚上欣赏灯会，那我们有预备要设计8套以上的一个套装游程，不花脑筋就很能够把这一个新竹县所有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景点，还有美食，还有相关的一个农产品都能够享受得到。特别结合了我们客家的文化，还有我们旅游的文化，我们在关西在地的有6福村，还有很多的一个景点。关西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我们新丰乡是一个自然生态的一个乡镇，我们有我们新丰乡的红树林，我们科学游乐区小叮当，以及我们的新丰球场，欢迎各位到台湾，到新竹来参加台湾灯会，到新丰来做客。松山乡有好山好水，尤其游乐区在我们横山乡内湾，有2条吊桥，一个是盘龙吊桥，一个是内湾吊桥，我们内湾也有温泉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横山一游。每样套装行程网罗13乡镇的特色景点，例如以司马库斯巨木林闻名的尖石乡，还有美人温泉汤，充满原住民风情。同样是原民部落的五峰乡，则有赛夏族独有的矮灵祭文化，也能享受水坝国家公园的美景。著名的张学良和三毛故居也都在此，兼具历史和自然的好去处。客家美食咸香肥酸辣也不容错过，吃完再来一杯东方美人茶，品尝清甜好滋味，擂茶也是好选择。来踏寓教于乐的小叮当科学园区一游，或者富有自然生态的绿世界，都是郊游的好地方。充满刺激游乐器材的6福村也是一大卖点，完了后再到光明商圈大啖美食，13乡镇特点通通囊括，要让旅客一次玩个够。6福村主题游乐园是全台唯一结合主题游乐园以及那个野生动物园的那个休闲园区。那在新竹灯会期间呢，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一同除了来6福村以外，也可以晚上可以到灯会去参观，然后增进新竹县的一些观光产业。2013年的台湾灯会在新竹县，那我们是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优待给我们来参加新竹灯会的一个好朋友来到我们园区来做一个休闲滑雪运动。饭店会提供给我们的游客呢，就是当然就是比较优惠以及比较完整多元性的套装，包含像住宿、用餐各方面我们都可以提供。县政府积极行销2013台湾灯会，用心规划行程，就是要旅客享受新竹县的好山好水，体验流连忘返的精致旅程。